派对正面嗨现场，什么 party 他都有办法跑。情人节的 party 大家骗来骗去。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男生，就是跟我告白，我突然认真的答应，结果他说开玩笑的。你是不是个人有点缺德哎呀？有请。哎呦，你很会滑稽。新加坡拳，身体前后。我们先练习一遍，前后。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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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哟，欢迎哎呦，你在 party 上，因为太无聊，所以你会自己玩一些游戏，玩什么游戏？玩手机很不礼貌，就骰子，两个人自己骗自己，自己吹，那自己吹自己，骗自己，三个三跟两个三，三个三跟两个三，五个三，六个三，在讲什么？你又不会玩，他们就是五个三，三个三跟两个三，五个三，欢迎 Emily。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对，就觉得有东西跑进你身体。什么东西？跑进你的身体？从哪里跑进你身体里？从哪里跑进去？从哪里跑进去？快跑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欧耶！哎，立栋，哎，请教你一个问题哦。好，如果一个正妹出现，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们？我跟你讲，一个是。哎，怎么凶？怎么可能？你就是要派，如派如何？真的假的？真的啦！你做派对正妹好吗？当然好啊！不过说什么？什么？做派对正妹，派对正妹，这是主题吧？这主题就是派对正妹，开发怎么可以不揪他们呢？他不揪，揪！要派对正妹。哥现在已经会融入我们这默契的这个问答，哎，因为我觉得你们哇，谢谢哥，我跟你们学习，终于学到一点点，有跟上，开始有跟上，你可以上进阶课程，对呀。瞎了，思成最新专辑是什么呢？请跟大家报告一下。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思成，那帅哥，我发了一个新的单曲，叫做《天菜女友》，哎呦，那他在各个数位平台都有上架，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哦。然后 MV 是我自己花钱去制作的，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辛苦，自己花钱，好辛苦。女主角是那个小猪，小猪爷，黄爷，真的假的？对。待会我们片尾的时候要听听看这首《天才》。天才嘛，谢谢。很高兴今天你来，帅哥。那我们今天讲 Party 派对，派对，开趴。当年我是 Party 的派对，真的。夜夜派对，对啊，对啊。没有到夜夜，游泳池的那一幕就是晚上啪啪，到现在让人家留下，是不是啊？游泳池深刻印象，不是大家都结婚。不要提这种烂尾手的事情。不 ，party 以前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主办单位。没有，所以说在办 party 的时候，里面的内容不能够这个太笼统，对，不能够太单调。是，我们总要想一些什么样的噱头，对不对哈？那以前我们在垦丁就办过一个这个，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敢办的一个，没有人叫湿 T 恤 party。哇，湿 T 恤吗？哦，湿 T 恤。因为一个白 T 恤嘛，他们里面都穿比基尼嘛，然后我们拿水枪喷，他们越喷越透明，把自己当成是泼水节，类似。那请问一下那个思成啊，思成最喜欢参加什么样的 party？ 我最喜欢参加就是时尚派对，时尚的泼水节，对，不是时尚泼水节，就是那种例如说新品发表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为什么喜欢这种？服装上面穿搭，你会看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嘛。然后我还会特别就是去做妆发，然后带摄影师去摄影。就像今天我来到那个国王帮帮忙，我就特别你带了摄影师来了吗？哎，没有没有，有啊，就是我特别做就是今天一身的搭配。哎呦，因为有日式的风格，所以我就带了比较古着的衬衫，好看，然后再搭上就是。外面是这种木子色系的西装外套，是是是，对，然后做这样子的日式风格，是是是。你看他坐在那边跟我们这个场景哦，合而为一，真的完全不感觉他的存在，所以就是一个城市迷彩的一个背景，对 ，party 这个今天要讲 party， 聊 party。第一个呢是什么？节庆趴，哎呦，节庆趴，姐妹会。第三个是上流趴，哎呦，像我们这个，我们是上流趴。立冬啊，他都会把这个字反过来，他都下流趴，下流趴，好了，还有电音趴，哎，电音趴行之有年了，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参加电音趴，那个时候你知道啊，哎呦，是不是？怎么样？想讲什么？欲言又止又怎么了？非常兴奋的啊，那第一个是节庆趴，我们先欢迎这个节庆趴，到底是怎样的节庆？节庆趴是不是庙会之类的？不是，不一定哦，是不是中秋节啊、清明节啊这类？清明节也要趴，重阳节趴，情人节啊，来一杯，起来转，哎呦，
看到如果 Party 看到他的话，是内心会有点感动了。感动。好，来欢迎，有请。Miki 他捷径他，哎 ，Miki 他，哦 ，Miki 鞋子很亮哦。哦哟，哦呦哦你把来宾吓到，请问你吓到了吗？鞋子赢就了。称赞，捷径他。请问您是做什么的？我是做会计。哎，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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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娶到会计老婆真的最幸福。真的，是，对不对？报税都丢给你，明年到四月，快点，快点。你说。只要不是节庆的 party， 你就不参加。因为每一年也蛮多节日的。嗯，当然。对，然后每个月都有一个什么日子？对，有日子。是。然后我都会去朋友的生日。嗯。然后会跟姐妹去跑趴，这样子。跟姐妹去跑趴。对，然后、就是、你朋友真多哦。姐妹，我很喜欢跟很多姐妹一起。哎呦。对，就觉得很欢乐。那跟男生在一起就不行。就有点不自在。哦。那你现在应该很不自在啊。有一点哦。你不自在吗？来，我们看看他跑趴的照片，你看，啊，有圣诞趴，对，圣诞趴，有送礼物，怎么没有穿吊带袜呢？是啊，网袜，这个给你的建议非常棒啊。好，下一张，哎呦，好，万圣趴，万圣趴，下到中元节，中元节 ，OK， 你都很爱参 party， 对，但是你去 party 你会带父母亲去啊？哎呦，让我妈知道年轻的是什么样子。哦，年轻人开趴是什么样子？对，那他不会无聊吗？他会想看现在年轻人在做什么。可是朋友会不会尴尬呢？有一点，有一点，因为他妈妈来的时候跟他穿一样子，也是短短短短的圣诞节。而且化妆舞会就带妈妈去就好了，但是他化妆的。烙妈妈来很屌，烙妈妈就你怪专门的、啊，对呀、啊，烙妈妈是冠军，你看好意思讲，出来工作了，对啊，烙妈妈出来那个对不对？骂鹏哥，哎，但我家跟你们家有点相反，我家是我妈妈都在办 party， 她一个月办一场 party， 哎呦，然后她还问我们说我们要不要去，她每个月都是不同的主题，点点趴。然后或者是蕾丝趴，而且有一次我妈妈办 party 办到上新闻，他们对他们办一个白趴，然后那个白趴可能就是办的还蛮漂亮的，然后就是他们很多女生都上新闻，白趴每次出现了很多灵异事件。我问你，愚人节 party， 愚人节的 party 是什么？大家骗来骗去，对，骗来骗去。骗说我会到。那有人跟你告白啊？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没注意是愚人节。然后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男生，就是跟我告白，我突然认真的答应，结果他说开玩笑的。然后我那时候你是不是个人有点缺德哎？很急，你是不是有点急了？对，对不对？要不要跟我在一起？要，愚人节。哇，你那有受伤吗？也还好哎。也还好。对啊。就是一场游戏。对。一场梦。是一场梦。那你还很喜欢他吗？也还好，就是觉得哦不错，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单身久了。你现在单身吗？心痛。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有责任感，专情。责任。哎呀，那我跟你讲，我跟你推荐，我们最有责任感是张立东。我开始有责任感，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另一半。是。不过你说你去 party 千杯不醉，哇塞，敢讲这话的不多哦。很会喝是吗？爱认识朋友而已。所以都不喝。少喝就是就一去哎你好你好喝酒不能没有那当然千杯不醉了那这样怎么会称千杯不醉拒绝千杯不醉你是有喝吧有就是会控制啦对控制假假喝哦其实像我们演艺圈有一些朋友是倒掉人家喝对对这种很多哎很多很多拖到后面啊对啊有后面那个脸超湿我有拖到后面过被人家干掉嘛。抓到别人，有的那个高粱后面变成喝白开水的，对，我就抓过好几次了。通常是这样。其实那个我只能举出一两个例子。嗯，梁鹤群，倒酒大王，他多贱，你知道？我见他就哎喝一杯，那我们通常就不宜有他，我们就这样喝了嘛。有一次我就正好要喝的时候，我刚好不知道谁叫我，我就看他，他是这样，被抓到，哎。你小时候倒几杯了？哦，那个地上都淹水，他还很贱，他有一招，他是这样，哎，刚刚我们进来，进来，然后我们都仰头喝水，他就忙，啊，赶快拿瓶子这边，哦呦，倒酒很快哦。那另外一位就是绿茶，哎呦，就这样嘛，先这样，对，就这样，哎，哥，这真的倒，对，哎呦，哎，你们每一个 party 上面都要配合节日有活动的，
哦，对，一定要，不然会很无聊。那请问一下，中元节是什么样子？嗯，大家拜拜啊，贴纸，大家这边贴符，然后这样看，吃汤圆，会互相吓哎。会互相吓吓人这样。举个例嘛，什么节，然后用什么节？圣诞节要干嘛？什么节？圣诞节一定要交换礼物哦，对，才好玩。那中秋节呢？烤肉。我跟你讲，这个是一个天底下最大的谜团。谜团，谜团。曾几何时，大家不赏月，中秋节都要烤肉。对啊，以前我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广告。一个酱油的广告，一家烤肉万家香。从那时候开始，大家过中秋节都在烤肉。哦，烤肉，那还有什么节呢？端午节要干嘛？吃粽子大赛。龙舟。还有所谓人体力蛋。哦，人体力蛋，人体肉粽，就是立冬的蛋。立冬的蛋。立冬的蛋。人体力蛋怎么玩？是什么力呢？就是现在可以来一位示范这样子。哦，有来来来来，立冬来，刚好我们有准备。就是一位可以躺在地上，然后在他身上的部位放三颗。把它立在身上三颗。来，小姐，来，我吗？对啊，来来来，你又没什么事，来，你又不忙，我帮你拿麦。现场有谁很忙的？立蛋，来预备，总共要三颗，是不是？不能直接砸我脸上哦。怎么可能？我们是用吊的。那我直接来哦。好，你直接来，直接来。哦，那皮蛋口，哎哎，干嘛干嘛？可以看了，肚脐，哦，一个，肚脐一颗，一个，嘴巴是，我这样不太能呼吸。这里怎样？这可以立啊，这样子哦，这样子呢，这么不尴尬。对啊，这也算这里可不可以？我觉得这里你脚夹着夹着夹着，这里应该对啊，它的山峰那边这里可以。那个上面哦哦哦，有立，我觉得它可以立完，你把它立完哈，你把它立完。立个屁呀！大家一起立完，来来来，大家一起。带你们嘴巴微微打开，来来哦哦，嘴巴微微开哈。来，给我两颗，给我两颗，来来来，这边再给我们，给我两颗，来来来，怎么会难呢？简单死了，这样不就？你好会力哦，一下秒三秒一次搞定，一次两颗哎，是不是？他怎么变蛋架？放蛋的地方。OK， 好，成功，没还没。那我们，你这局就这样啊？那我可以请问一下你们？这游戏好玩在哪？然后嘞，这个时候就是踩他的脸，蛮有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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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人家难得 party， 这样就很好玩。那接下来好玩是自己收蛋预备开始，自己收啊。所以这个 Miki， 你们人体力蛋是不是通常都是女生躺着？男生，虐待男生。你们都是男生躺着，然后女生上去立这样。对，想很可以享受一下。立立皆辛苦。其实你们玩的游戏很单纯。对啊。男生的服装要不要有比较穿的少一点？来来来，不用没关系。哦。其实如果这种人体立蛋，在游泳池旁边，比基尼，这样就有意思了。对啊，对不对？像我们那种穿 speedo， 你要怎么？哇，穿 speedo， 让人家立蛋，没办法立嘛，对不对？哈，好玩吗？很累啊，这样就累啊，就是你那不能呼吸耶，讲得好像很轻松一样，要不要挑战一下？怎么会累呢？因为我们你一呼吸那个蛋就我们没有另外一批干净的蛋。对对对。哦，所以说这个你还是蛮单纯的。对啊，真的。那最喜欢哪一个节日？最喜欢圣诞节。因为又是蛋，因为我有生日平安夜，12月24，生日几号？12月24。哦，刚好圣诞节又过生日，喜欢这个节日，我可以收两个礼物，不会哦，收礼物就跟人家交换嘛，这个还好，哎，我们交换礼物这样。你过过一个节吗？叫做自来水节，嗯，对，那没听过吧？自来水节要做什么？就喝到饱啊，喝自来水，拿水龙头打开就开始喝。自来水节是纪念台湾第一天有自来水的时候，哦，真的，所以它有个自来水节日，好特别哦。几月几号？土，没有文化，所以几月几号？不讲，不讲，自己查，忘记了。好，来，请坐。可以，谢谢。哦，第二位姐妹会，姐妹会就不是在那边道男人长短。是会不会？对，应该是哦，几乎了。我跟你讲，以前在夜店里面的女厕所里面的话是最精彩的哦。你都有装窃听是吗？没有，我都站在里面。哦，你站在里面，那就安全了。而且是乔装成女，就是我是听他们讲，里面话很精彩，很辛辣。姐妹会，我们来问问看。
一模一样。他去姐妹会真是浪费，哎，对不对？你怎么去姐妹会？要有男生的地方。有请。哎呦，哦，哎，Lisa，你应该去兄弟会的。兄弟会。Lisa，三十二一，二十五，三十五。你是什么星座？天秤。你在做什么？我在做外拍模特，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因为我们这些都是男生，姐妹会这精彩过瘾的地方是什么呢？怎么样？为什么想要参加姐妹会？就是到男人长短这样吗？基本上我们可能会有十个女生，一个男生啊，还有男生，可以有男生的，可以。那那个男生是？那男生是宠花多少钱？帅哥，我弟弟。那根本就奴才嘛！对啊，去那边做到这，帮忙拍照，端茶倒水，布包包，是全部被我们脱衣服。啊啊！这弟弟很脱自己这么好玩，弟弟的衣服这样子，蛮帅的啊。是是是，那请问一下，你们都在哪里聚会？弟弟，我们有在泳池，或是夜店，或是对，或是唱歌都有。所以说你最喜欢是那个泳池 party？ 对对对。为什么呢？就是穿比较少啊。已经。那你何必做？我们这有泳池，你看不到吗？对啊，神是哦。来，我们看看他的 party。啊呦，哦，啊呦，这个时候比较胖，这时候比较胖。不会不会，没有关系，没事没事没事。来下一张。哎，弟弟吗？弟弟后面那个吗？没有没有，他没有来，他没有来，那天没有来。这个不是弟弟哈。那那个不是，这个男生好像黄品文了，采华他老公啊。OK， 这就是你们的泳池 party。你在游泳池旁边救过朋友的命啊？对，那个女生，我们在游泳池120，然后那女生只有140，她说她想要游泳，下去就灭顶，然后就把她拉上来。那她不会游泳？她不会。那她是怎么样？那些心情不好？她就是说讲错话被推下去了。她说她想玩，然后踩下去就玩。啊，完了，真的完了。哦，紧张。不会游泳哦，她会，嗯，踩不到地，她没有安全感的。嗯，志哥，你也救过别人？之前我们有一个庆功宴的 party， 嗯，然后结果就是兄弟们大家都喝醉了嘛，是，就都不省人事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妖在里面吐得很惨，就吐到趴在地上，然后完全没有理他，其他人都走了，然后只剩我一个人，就最后我也没办法了，我只好把他扛回去，那扛回去的时候边扛他边吐，在计程车上也在吐。然后到我家，我真的受不了，因为我有点洁癖。没有没有，我有一点洁癖。两个对吐，哎，太恶了吧？没有，最后就是我人生，你知道吗？人生第一次帮男生洗澡。哇塞，那有，因为他全身了已经。对，已经全身了，我真的没办法，第一次帮男生洗澡。越开心，我真的。后来发现，原来喜欢。还是没关系，恭喜你啊！现在这个社会多一种选择啊，对啊，已经立法了，你的 credit 多了一项，对不对？帮男生洗澡，什么时候鼓励什么？没那么快，没那么快，你很会滑雪，新加坡拳，新加坡拳，新加坡拳拍下脚手部，然后赢的人听指令，然后我们身体前后左右，跟我一样的动作，这么好玩的，哎呦。哇塞，那我们就一直猜钱呢、啊。对啊，钱新加坡拳钱。好来，来玩一下，怎么玩？试试看新加坡拳，然后呢，新加坡拳，然后就这样。你这样，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什么姿势？为什么这样？啊，钱你要让他看出你在钱，胸部、上半身，人家拨的，你没有那么急。啊，后嘞。后就往后，后就，所以你刚做的是后啦，我忘了是做后，你看做的是后，阿六五后啦，阿六五后，来，预备，请，那要拍完再拆，然后再拍再动 ，Yes of course， 好 ，OK， 要拍就好，啊，新加坡拳，新加坡拳，动动，那你输了，你输了，我往前了，你要往后，你也是往前啊，啊，你要，他要往也是前啊，往后是这样。哦，往前是这样，不是你不管前后，你都只是想要这样嘛？那如果前前后后这样，对啊，因为我们先练习，因为我朋友要暖身，对不对？前前前后，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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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输了。到底在想？来正式展开，是啊，新加坡拳。啊！哎呀，又输了，又输了，又输了，两个都往前啊！他那个腰部力很强，哎呦，他只要一脚，换人玩，换人玩，看你的能力。哎，换我，来来来，换我，是定力最好的吗？蛮好玩的，蛮好玩，蛮好玩的。好，新加坡尴尬拳。哎呦！哦哦哦哦！这次输了。好，
抓到了，抓到了，输了输了。哦，一样就输了。当然当然。刚刚那样这样一闪，好像是拨不到的感觉。哎，拨不到。不好停，这游戏不好停。不是这种拳在清醒的时候是蛮好玩。嗯，没这个喝了几杯下去就大概是晕头转向。头锤。这个一定是在泳池趴的时候。而且这个要喝了酒玩才好玩。对啊，清醒不下来，是就常常玩玩就头是流血的。好，谢谢你，请坐。谢谢。哎呦，我立冬上上流趴，哎呦上流趴，一般来讲应该是严肃。应该是大家在里面，你知道，都要端在那个地方，时尚的那种，不能够太多穿那个晚礼服哦之类的，端庄哦。急什么呢？我一开门，他急着要出来。他在新加坡这名字上的，哎呦，我跟你讲，跟他名字一样。嗯，你哟，我哟，哎呦，你哟，欢迎，哎，你哟，对，没错。现在做什么？现在做模特儿跟做直播。讲话怎么那么可爱？你是三岁吗？小孩。我没有。你的三围是32C、25、26。25、26。哦。哦，你类似直筒型的。就直的。哦。直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会去参加上流 party？ 就不小心交一个不在以前的男朋友，然后就顺便被带去了。不小心，真不小心就被带去，然后一路上流。那种 party。好玩吗？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不好玩，因为那时候我才18岁，所以就、哦、那你很痛苦啊，就当个花瓶就飘过来飘过去，而且压力很大，对，就很边缘这样。嗯，那他们都在干嘛？他们都在干嘛？聊一些聊他们，我听不懂，就可能比较有钱人在聊他们才懂的事情。哦，就是比如说，哎，聊金融啊，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啊，2亿，你呢？哦，没，还好，我2亿5。哦，那你多一点。哇，好有钱，这么无聊。上面有6亿的，对，聚餐是6亿的，这样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数字的聚会，开玩笑。那你那个穿着应该压力很大吧？压力很大，可是我。而且你18岁，嗯，那去那边不是很无聊？行头就输掉了，会不会？是还好，因为就男生会就是。我冒你一点。对。哎呦。对啊，因为他年轻，他只要穿这样就搞定了，就得体。还要说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们其实我没有很挑，我觉得就是不要再就是难听一点妈宝。你有遇过妈宝？有，不知道现在巨蟹座还怎么样，反正我就是很容易吸引到就是妈宝。对，就是让我照顾他，就是你看起来是需要人家照顾的。对啊，对啊。就是我还遇过，就是连高铁票都不会买。高铁票不会买？这个就尴尬。上次我跟张立东说外景，我高铁票我也不会买。对，康哥也不会买。我高铁票怎么会不会买呢？高铁票就拿钱去买就好了。你就跟他说我要去。所以这个就请，我们是要从手机上，还是用 APP 的？直接手机 BB 就过的。我们不是还要拿票根的吗？不是，我们票根要报账的吗？我们不报，自己吞的。上流吧，上流吧，好奇怪，报什么？他去高雄都坐游轮去的。你跟你那个。有钱男朋友分手的时候闹得很不开心，就很不开心，就是他会就是去我工作的地方威胁我啊啊，真的假的？威胁你什么？就让你丢脸，就是在楼下一直喊我的名字，你有对，就是怪怪的事情，你有跑他，对，不是你有，对对对，我很有，不可以离开我，就差不多。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工作？就是有时候去朋友咖啡厅帮忙的时候，打工啊，对啊，办公大楼随你喊啊，玻璃帷幕我哪听得到啊？然后就只会哎，同事长，哎，你知道刚有一个神经病在楼下被警卫抓走，对啊，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你有一个公司的老板一直要送你回家，他是关心你，怕你夜深的危险还是怎样？不是，他就自己喝醉酒，然后就一直抓我的手十指紧扣。啊，对啊，对着说我们回家，我们回家，我想说我们回家，对，那不是送你回家，是要带你回家，抓你回他家，对对对，是不是？我的认定就是我想回我家，当然，当然，他是假醉，那你还蛮开放的，都回你家，不，是我自己回去，我自己一个人的家。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带你回家？我不知道，他就好像看到我飘来飘去吧，想说这个人应该比较好带回家，要收服你，嗯。人家就去公庙，修修还是去跟着修行吧。修修啊，那你有怎么拒绝他？就被他牵的当下，我就脑袋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我会僵在那边，但就任你牵，然后你在讲话，我在想我要怎么办。嗯，就刚玩新加坡拳啊，逃离，他抓着你。不过你们这个去 party 也是很累哦，就是同一套衣服就绝对不能再穿第二次。
因为我其实不太穿性感的嘛，有时候我就穿裤子。那裤子大家应该没有每天洗吧？还是大家都每天洗裤子？你说什么裤子？不一定，不一定。内裤我们是天天洗。对，外裤就不一定啦。你们牛仔裤天天洗，这就是250。对，就有时候就想说，那算了，那我今天再穿一次，跟上次一样同一套好了。嗯。然后就被熟识的，就是可能点头之交啦，没有很熟，就怎么今天又穿一样的？然后我心里就有点打击，就觉得是我没洗衣服嘛，可能巨蟹座的小剧场出现。你就要跟他讲，你怎么没有穿一样？没有，我打歌服，必须穿。宣传啊，在宣传期间都穿一样。哦，像你们上流趴比较特别的场所是，你觉得参加办在哪里？对，比较特别的。其实我觉得都大同小异，就是那种私人会所，因为有些俱乐部、招待所最多，对不对？永远都是那种会所，很无聊。那你在参与的那一段期间是大概是一个月一次，一个礼拜一次，还是有男朋友的时候才会参加？天天多频繁？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你有上过游艇参加过 party 吗？我会晕船，其实我不太敢上去。对，一上去就这个人就没有抬过头，一直在吐。对，那女的是谁啊？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然后吐完那边头发都沾满了吐。哎呦，没有人会带你回家，大家就你先回家吧。不会有老板牵你的手了，没有十指紧扣。是，我这招学起来，以后先吐。而且你要吐要仰天吐。你是哥吉拉是？不是你在 party 上，因为太无聊，所以你会自己玩一些游戏。玩什么游戏？玩手机很不礼貌。我就飘到角落，就找找有没有小东西可以玩。有些人有飞镖了，有些就骰盅，就一个人自己骗自己，自己吹牛。自己骗自己。对啊，就自己吹牛。然后自己喝。孤单。哎呀，输了，哎呀。就一人分饰两角，就这样。这么自闭。三个六。你怎么会这样喊呢？四个四。高招。这样子吗？对，那差不多。这神经最好啦。对，就想打开应该三个三吧，打开啊没有，那我自己还是。真的是这样，你这个网络上有人这样。但是你这样讲，好像你不适合参加上流趴。不是，你应该去姐妹会、精神病院趴。你这样讲，好像你把上流社会讲的都是一群神经病。没有，他自己玩的啦，他根本没办法融入啊。他是比较支流一点。人家那些跟他讲什么，他也没办法。金融对不对？讲贸易。不过今天要教我们什么呢？骰子万花筒，来，骰子万花筒是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们两个，就先骰完之后放着，然后看你还是我先出题目，然后出就是例如说像吹牛嘛，可能说我说三个三，两个二，然后就要马上就三二一玩，打开，打开，我也要打开，摆，对，要摆出三个三跟两个二。哦，先出指定题目，对，然后最快完成就赢了，对，清楚了吗？好，清楚了。OK， 让两个来 PK 一下，来，好，那你先出，我先出，你先出。那我先哦，三个三跟两个三，三个三跟两个三，这五个三，两个三，在讲什么？你要不会玩？那不就是五个三？三个三跟两个三，就是五个三。你有毛病哦！不是你自己白痴，不是我自己白了，很花，就三个三，真的对，三个三，三个三，呆六，真赞。笨蛋，自己笨还好玩人，这个如果真的好玩，如果对方都喝醉的时候很好笑，真的搞不清楚，没有两个二啦，你不用喝醉就很好笑。苦茶，喝苦茶，苦茶，来，你先干了，那先干，先干，厉害，三个三个两个三，赢了赢了，棒棒，他这边比，那要摆两堆，红哥要不要玩？也算是个题目啊，我了，换我出题目啊，好好好，好好出哦，预备，起，一个一，四个四。喝苦茶，平手。老哥，我们赢的机会啊，老哥。他更上流了，他比较上流。那走吧，丑一，玩这个太累了，走，我们泡温泉去。趁代表变成变成老板。好了，来来，再一次，再一次，丑一，三战两胜嘛，好不好？那你出题，你出题。七。两个二，哎呦！哦，是哦，杨森达很快，输了。那怎么办？代喝，喝啊！森达代喝。男来美女上流趴，是是是。后面我刀刃爆。参加过上流趴吗？可以可以，哇，今天特别上流，谢谢。是不是？上流赤饮料哦，谢谢。上流苦茶。哇塞！哎呦，最后我跟你讲，最精彩的就是这样。对决，来，
怎么了？冠军，冠军挑战，你要挑战他们两个谁？我跟他们挑战。对，张立东好了。好，张立东，哎，来去冠军。预备。那讲好谁出题？你出啊。我出题啊。让你。我想要出完你才能开盖子哦。好，预备。不要偷开啊。等一下还没，我还出了吗？好。没有。凶的嘞。还没有。一个一，一个二，一个三，一个四，一个五，一个六。出成这样。总共只有五颗，怎么会有六？怎么会有六？五颗怎么会有六？好，出错，出错，六颗，出错，五颗怎么会有六？笑死人，耍小聪明的丫头！我怎么知道里面有几颗呢？五颗啊，五颗，数吧，数吧，喝啊！乱输，你看不适合上，不适合。对啊，我都摆出顺子来了。没有，那我没办法，我就放弃，因为我说没有。那炸壶哎，让你上诉一次。本来炸壶是六杯。哦，他觉得自己很有创意，一个一个一个。我喜欢熊，我会摆很久，就会打开来，我的几乎是顺的，已经顺。好玩好玩。嗯，怎么样？对啊，慢慢喝嘛。你是想倒掉对不对？好，谢谢。好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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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昧着良心的话都讲出来。嘿、hey, 电音趴，电音趴精彩。哇哟！参加过电音趴的请举手。电音趴、hey, 啊，算啦。没参加过？没有啊。以前的位置没有参加过。是是对啊，有。你没有参加过那种蜘蛛的那个算电音趴吗？算啦、啊、算啦、啊，那个就是蜘蛛是什么？阿卡迪亚那种。对，那个。我想说你土到有春呢、欸。嗯。你这边还有一个没参加过，很多。他土蛋，他土蛋。太吵了，太吵，没办法。哎。怎么害怕呢？对，我一开门他就，来来，欢迎穿衣服、啊，有请，欢迎 Emily， 来这里 ，Emily 好可爱 ，Emily， 哎、hey. 你好 ，Emily 什么星座？处女座。哎呦，今天处女座很多，是哦，好趴天团。你猜有哪几个是处女座？我说四个。对，来那个我们主持人也算哦，你猜，女生不算，猜错喝苦茶。女生不算，嗯，你是处女座。不是，好，才一杯了，一杯，一杯，一杯，根本就没有处女座吧？有啊，两杯，乱讲话，处女座的请举手，一二三，我，那连你四个，哎呀，真的，真的，四杯，好吧，先让你欠的，喝六瓶，六瓶，不是你很热爱电音哦。喜欢听电影，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听电影？从高中开始。高中就喜欢，高中流行哎。对啊，高中走在时代的尖端哦。高中不知道那个叫电影。走在浪潮上面。我跟你说，高中听什么歌？你认为，因为你不晓得那是电音，对，你听什么歌？就是听那个 David Guetta 的音乐。哦，有。那时候不知道是电音，可是就喜欢。可是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对，就觉得有东西跑进你身体里面。什么东西跑进你的身体里？他从哪里跑进你身体里？有电流跑进。他是从哪里跑进去？快跑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进来。电音窜进你身体。对，有东西窜进你身体，你会觉得很舒畅，就是有被畅通的感觉。畅通吧，那个对啊，讲清楚嘛，松快。所以你听完电音就要去上厕所去。OK 了，擦。不是，你会去国外？在参加 party， 对啊，去哪一些地方？我去很多哎 ，EDC 呢？亚洲也有，然后 EDC 也有，然后欧洲也有。哦，欧洲有去 Ibiza 吗？欧洲我是去 Tomorrowland。哦 ，Tomorrowland。Ibiza 一定要去，你这么爱。Ibiza 明年吧。哇 ，Ibiza 那个岛上，我跟你讲，电到你不敢，我跟你讲，整个上岛就开始电这样。OK， 那东京的那个富士急去过。哦，你说什么富士 Rock 那个吗？那个我没有去，那有其他东西，不是纯电影。哦，对不起，其他东西是什么？还有别的音乐，Rock 什么之类的。他以前有一阵子是专卖电影。电影，对，那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去富士急，一定要去朝圣，回来头发都是蓬的，太电。来，我们看看他的 party 照片。啊有哇，这是脱鞋趴，这是你啊？对啊，小鸭那个，你已经开心成这样了。哦，有东西跑进来了。台上面丢下来的东西，就是那个拖鞋跟鸭子还有泳圈，都是舞台上丢下来的。这蛮酷的。哦，这在哪里？这在印尼雅加达。对，印尼哦。啊，可以带走，有带走，我带走。两个人姿势蛮诡异的哦。嗯，来下一张。还有 Tomorrowland。Tomorrowland 在哪里？在比利时。比利时。哇哇，你跑到比利时去哦？
我跑过最扯的地方是俄亥俄州，美国的俄亥俄州。电音趴，你应该是唯一的黄种人吧？很少，我们其实我只有看过两组黄种人，我们是第三组。哦，你们是算组的？你们为什么？对，就是有一群中国人，然后一群越南人，然后我们一群台湾人。哦，亚洲人，亚洲人。来下一张，这个就是俄亥俄州那个趴。嗯，那是恐龙趴吧？对啊，有很多恐龙在里面。哦，而且这是真的恐龙。这是笑话吗？可以动，可以动。电视笑话冠军再度发威。军哥，坐你那边。不要这样啊，大哥，大哥坐不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那个什么话？恐龙，恐龙，这是真的恐龙。讲完，这个傻眼，几岁人童言童语？对啊，对女儿恶不恶心啊？没有想象空间啊，想象空间。那恐龙让你，所以说你去这个地方，你会拿草这边喂它的。哎，你不吃呀？还生气？它不饿呀？我问你。跑趴为什么跑到跟男友分手？因为他也是喜欢跑趴的、啊，我们两个在里面两个互相乱播，没发现。我们喜欢听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就会为了去不同的地方吵架。他喜欢的是 techno， 哦 techno， techno 很屌哎。我也会听 techno， 只是没有听到他那么夸张，没有那么 techno。OK， 那你们为什么呢？就是一个要去这个，一个要去那里。对啊，不是为了签证吵架吗？因为他想去墨西哥跑那个趴，可是他很临时才讲，我们出发前两三天才讲，那墨西哥的签证不好办，我来不及办，他就说那他自己去，我回台湾，我就生气。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哪里？我们那时候在拉斯维加斯。哦，在那个，墨西哥有约好了，墨西哥另外一托啊，对啊，墨西哥大佬，大佬约会，对，在那边啊，他口他口，这样讲起来你行情很好哦，全世界的趴都跑过，对啊，经济能力还不错啊。省吃哎，很苦哎，我那个恐龙趴还露营哎。哦，所以你们是每次存足了钱再出去跑趴这样啊？嗯，是哦，还愿意这样子，跑到趴就不错。OK， 所以说他，那你们是在 Vegas 分手的吗？我们跑完 Vegas 就分手。有一起回台湾吗？有一起回台湾，我们分手之后。就他为了你没有去墨西哥。对，他没有去墨西哥。哎呦，你是神经，这样要我就去了，反正都要分手了。对啊，这边就在这个 Vegas 机场分一分了吗？因为他签证也没有办好啊，去不了。所以你这个男生白不了，对呀，力不足，能力不足，这种话就不要先讲，就先办，办到哎，拍谁哦，不好意思，哎，所以你现在还是继续跑趴着？对，我现在我才刚，接下来有什么计划？你刚上去啊？我刚去 Vegas 回来 ，OK， 就在这，就刚分手啊？没有啊，那是去年分手，再去一次，再去一次，再去一次。今年对，今年未来有什么厉害的趴？有什么斩获？哎，我十月要去布拉格的 Transmission。哇塞，布拉格啊，布拉格也有电音趴，有，欧洲都有，欧洲所以电音的水准很高的，对这方面的资讯是每天都在找更新啊，都在看关心，从哪里知道的？就网络上它会突然爆出来，就我们家网络怎么不会爆出来电音趴？请问你有工作吗？有工作啊，你做什么？我做 show girl， show girl， 那你应该在 show girl 的这个日子里面不是很多哈。修到一半，对不起，我先走了，我就电影好吗？应该是修很多 case 才对啊。对啊，毛小孩修。还有就是回来然后直接接工作那种。可是你这样很危险，你去外国网友家睡觉，哇，去玩就很不清醒，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回来之后他载我去机场，还说，哎，你这样很危险哎。对啊。男的网友，女男的。哇，你这样睡网友家，你们哪一国？在哪一国？在美国，在 LA。哇塞，是美国人吗？不是，台湾人，是台湾人，是台湾人，是台湾人。那还好，但是真的不要用运气再过日子，真的有点危险。碰到一次，所以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跑趴而赚钱。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为趴而休，为趴而生。那你一定很会跳舞哦。没有，没有会跳舞。那电音趴应该都不用跳舞吧？都是跳起来。他电音趴就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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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他连懂字都不懂，一懂一去电音趴就这样。哇酷！还要打坐，打坐啊，音乐还不错。这已经玩到紧绷了，这个已经就是老手。对，有没有？你一进那个 party， 这新手很菜。定住，结束才动。哦，让音乐进去你的身体。这个你们这样一趴大概都几天了？我会
边趴边旅行哎，所以就是可能一次出去就大概20天左右。哇，那你哪有在休个哦？有啦，一半一半啦。那怎么除？一年是2次，大概3次最少。嗯，最少3次。那还最少还可以啦，还可以啦。你哪有时间赚钱呢、啊？休息一季，3天没吃饭喝水。因为他那个里面的厕所很可怕，我不敢去上厕所。对，然后我就不想上厕所，所以我就不喝水。然后我就3天都没有喝水，没有上厕所。那你这样行吗？会脱水吗？你有瘦吗？没有。你有生病吗？你没有瘦吗？没有啊，就是。哇，那你肥的程度很扎实。我一般3天没事没事，起码要瘦个3公斤。对啊，脱水够，没有喝水不行啊。很棒很棒，那不会渴，野外求生。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有种开启节能模式的感觉。你一到会场里面就会不想喝水，不想吃东西。不要在那边胡乱了，那什么是节能模式？请问你今天有一个法宝？是什么法宝？哎呦，法宝！哎，这个我之前有看人家拿过。哇，随身这个喝酒下杯，这要干嘛的？随身尿壶下杯，拿水、拿饮料、拿酒。你水也喝太少了吧？你这样会不会渴死？因为在里面真的没有办法尿尿，然后我们在里面就1天8个小时以上。嗯，我们是4点出门，玩到凌晨6点才从会场回家。所以这是然后连续3天都是所有饮料都用这个，一体都是。哦，买那个意大利面也是这样一碗，所有都这样。杯面有没有人穿成人纸尿裤去的？你是漏尿，不是不能那个啊，上厕所啊或什么的、啊。不是，哎、欸，你这个人你哎、欸，没有，我说真的、啊，不是你去一个 party， 然后这里鼓的，我听人家讲、跨年夜啦，那个曼哈顿跨年的时候，那有在有跨年是冬天，对不对？跨年冬天看不出来，你到那种很热的地方，然后这里一趴一个，警卫就来了吧，你出去。而且你知道一直尿吗？越尿越大包了吧？还有一直往下垂，而且上半身是比基尼这样的。徐哥也讲的对了，是那个曼哈顿跨年，那个有可能因为你冬天嘛，他现在还好，看不到啊。对，对不对？那个大家比基尼，你一个人，是真的，然后对不对？最帅，哇塞！而且上面还有花纹的嘛，因为有一种是尿了以后会变色，对，哇，变色变到最后黑了一样。跑趴女王。希望你继续跑，但是注意安全，不要乱睡，也注意健康，到处睡，真的要冷静。好，年轻不留白也可以，但是真的要小心，要留下性命啊！真的。哎，接下来我们片尾要欣赏你的丹哥，天菜女友，天菜女友，天菜女友。哎，你看，机场周围，我看成了谁？那个女孩气质出众，笑得出众，反转疯狂，脑袋无法够腾飞。机场花美，走到的空位能贴近一点，你的视线都越靠越近，天是零点几，到底要咖啡还是你，无话都说不清，伤口会总是甜的，转身没法改变，在你的声音听了听的，我会永远记得你曾说的。小偷的脚本的理由。